比如重点是急停开关，啊，那个位置啊，和水标，啊，重点啊，这两个位置一定要注意。上面贴上，上面再弄一个大标，写上110，你别到时候这相当于这打一好桶以水就后可以是吧？必须得严格分开啊。我先。别到时候弄你就弄反了。你可以配合那个水标呢，水标它往上走。加油啊！印度的是什么标来着？硬标。硬标。嗯。哦对，印度的硬标。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啊。还得加一会儿。这个是美标的。啊好，没水了。这是美帝国主义的。快满了，可以啦，可以了吧？然后弄的时候，你让他们夹一下，看着。嗯，夹一下是吧？遮一下，但是它就不容易出水了。对。看啊。嗯。这可以啊。行。它这个不用那个。